嘿，大家，你好啊，我是 Josh，我是这个 Pride Chef Master Leader 的 Founder。OK，今天要分享一个很重要的东西是什么？就是说人性的一个交易。如果你也是一个 Forex Trader，你就一定要看。OK，为什么我会讲人性？你有发觉到吗？其实整个市场啊，都是被人在控制。为什么我那么说？OK，一个最简单的例子，每个人都会有用的，叫什么？我最喜欢用这个来做例子。为什么？我们叫做 Support Resistance System 跟 Support。OK。Support resistance， 你看它人性是怎么样？人性哦，就是大，其实人性所谓的人性，就是大庄家在学习你的性格。怎么说？他们就是早早已经 set 好了这个东西，就是每当你在这边做 sell， 其实他们懂；每当你们这边做 buy， 他也懂。所以每次来回做 buy， 你很开心，一面赚钱。当你真正下单的时候，他就。打包你怎样？你这边做 sell 了 ，OK？ 这边我们会做 sell 嘛，在这里，你 sell 它就突破上去，你这边一 buy， 它就突破下去。你有想过为什么吗？这个就是所谓的人性。其实大庄家今天哦，你在赚的钱就是大庄家，所以说大庄家他一定会要给你一些甜头甜，过后再一次过收割，因为甜头你这边放一块，这边放五块，这边放十块，直接少一块五块十块直接少，这一个就是他们会做的东西，所以说。到今天你还要用 support resistance 吗？诶，真的不要再用了。为什么？因为这个是一个大庄家设定出来的一个哦，我们讲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陷阱。为什么？因为他就是要套，不然你不出钱他哪里有钱赚，对不对？所以说今天我们不再用 support resistance， 我们要用的一个就是思维，我们用思维的交易，不是说用那个电，你看那个电脑就操作啊。思维的意思就是你可以用一个人性化，就是说首先你要学习就是到底人在投资的时候是思考是什么，这个是第一个东西你要去思考。第二个，人为什么要进这个市场，讲白了就是贪，就说贪的时候哦，这一种发现就会出现，大庄家就懂这个人很贪，他就来捉他。所以说今天你要怎么避开这些东西 ？OK， 今天我们准备了一个 link， OK， 你只需要点击下面这个 link， 我们会把一个 folder send 给你，跟我们的课程的一个 preview send 给你看 ，OK。还有就是我们怎么可以用，不再用 support resistance 的情况之下，我们都可以照样在 market 很有信心的开单，同时我们的学生也有很多的成绩。我也会把它 send 给你，好不好？所以今天很简单，只需要点击下面的 link， 完全是免费。你只需要点击，我们免费给你看。如果你真是想要更加了解，你真的是想要摆脱现在的困境，马上拨打现在的热线 ，OK？ 这个下面的号码 ，OK？ 这个是我们的 WhatsApp 号码，哦，这个 WhatsApp 号码，你打了之后，我们会有专人服务你，好不好？谢谢，再会。